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现在要去同学家了。那我祝小朋友们下课愉快。不要忘了，星期六是我的生日。生日的话，我邀请大家都过来，一定要来哦。好呀好呀，我会来的，我会来的。你呢，菲利普？我也会来的，我到时候跟我妈妈说一声就好了。那我们星期六见，星期六下午3点见。好哟，耶，周末愉快，到时候见喽。扎哈，你的小朋友们都来了吗？是的，我的小朋友都来了。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家，然后现在我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到我家来玩。哇，扎哈，你的鞋子真好看，是你今天的礼物吗？是啊，这是我小姨今天送给我的。可以看到，今天是我们每个人都给你带来礼物来。那好呀好呀，那我们可以到上面去跟大家一起玩。好耶耶，我们可以参观你的卧室喽。扎哈，我们现在在下面呢，就把你的生日蛋糕先准备好喽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爸爸。这就是我的房间。哇，酷哦，你这里还有一个带有滑梯的一个小床。当然啦，我也非常喜欢这小床，我可不可以滑一下？当然可以，呼呼，我也下来玩，呼呼。我每天早上都会滑这个滑梯下来玩。朋友们，你们要不要下来吃这个生日蛋糕？好耶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祝你们吃得愉快啊，真好吃，看起来真好吃，这生日蛋糕太好吃了。现在你可以拆礼物了 Zara。 哇，这么多礼物，太棒了，太谢谢大家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手娃娃，谁送给我的手偶，太好玩了，下一次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拿来送就是给他表演节目了啊。这是我送的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哇，粉色的泰迪熊，我太喜欢了，我送你的，喜不喜欢？谢谢你，米娅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粘粘胶啊，真是粘粘胶啊！希望你能够喜欢我送给你的粘粘胶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粘粘胶哦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尤里安。非常欢迎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家和我们这个礼物。我们要不要到花园里面去玩？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玩我们一个游戏。好呀，好呀。